超好吃哦。不然你再叫个朋友来干什么？问题是哥姐们，问题再叫个朋友来干什么？啊？吃醋了，不是他带个朋友来干什么吗？哥姐们，现在他朋友来了，我又说什么？带个朋友解释。半夜的时候，他跟我说的时候是他说你到家的话，给我就是，就是报个平安。他说不接电话不正常，是他自己跟我说报个平安，然后我就打他电话，打电话是打得通的，但是他不接。然后发视频他也不接，发视频他也不接，对，就是一整夜不接。到今天早上，这今天早上了，我给他发信息，打电话，也是不回，发了很多很多信息，也是不回，太明显了，是不是？也是不回，然后我就去找他，我还走路去山底下去找他。敲了半天门，没有人，然后我在那儿坐着，我在那里坐了半天，可能坐了两个小时左右，也没人，然后我自己又走路回来，等到这天都快要黑了，他又上来，咋了？这时候估计应该是脚也洗完了，醒来估计就饿了，就知道来找我了。花花公子靠不住是不是？靠不住是不是，哥姐们？是不是靠不住？靠不靠得住？要学温柔大度是不是？还你们说嘛，他现在带个朋友来，还把人他朋友叫来，他叫个朋友来，我怎么说嘛？我大概是我误会了吗？但问题是他让我走。让我回去了，然后我就回去了嘛，还给我叫个车回去了嘛，他要去洗脚嘛，然后还跟我说你到家给我报个平安，结果我到了家，我打电话打得通了不接，打视频不接，有问题是不是？我误会了吗？是误会了还是有问题？我也没有说什么。我也没有说他怎么样了，我也没有说他洗脚不行，我也没说他洗脚不行，只是他还跟我说那个啥，对，他跟他朋友过来嘛，他就就去那个嘛，凡哥就喝了点酒嘛，然后他就说洗脚的地方很那个，不是，他说洗脚的都是小妹妹，都是美女，他说。然后他现在上来，他又跟我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在这边找不到玩的。他说他找不到玩的，他说他只有，他说洗脚的地方就找不到玩的就要去洗脚的地方玩吗？花心是不是？误会啊！可是现在如果不是，他还叫个朋友来，他朋友来，你叫个朋友来干什么吗？他不是有问题吗？他态度啊，他是真的是有问题的吗？你还叫个朋友来干什么，凡哥？啊，不是，他说他是你不是，你搞得好像我有多那个什么一样。他从浙江过来，他说他要见你。哎，不用过来，你小声点，他马上过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真的很莫名其妙。本来你现在对着我拿这个手机在这里开，我都已经很那啥了，都感觉。朋友来了，给我点面子嘛，好吧？大家说好不好？那二给我点面子。不是你，你就这么交个朋友，好像我很我就一个很无理取闹人一样，你还解释什么嘛？没有。你不是说是正常的吗？对，就正常了。但就是我让他跟你解释一下。你为什么不接视频？不是不接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没有听到的。哎，不是。泡妞了。哎，鲁克。之后再说。然后，哎，这是我朋友。
哎，你看，这是二，这是我朋友。二二二二杯。量多了。没有。二杯是的。你看到过我是是不是？嗯，刚刷到你视频了。你。这是，他就是，他跟我一样是做公益的，然后刚刚从，杭州回来，对对对。那昨晚上，昨晚上我就是跟他一起去的，我昨晚上就是跟他一起去的，我们去，因为他到这边都很晚了，那我跟他一起去洗个脚，然后我们他有没见的，然后就跟他聊了一会儿，那晚上就是手机又没电了嘛，哭笑不得。对，手机没电了，确实手机没，聊得很晚的，我们昨天晚上没电了。对，手机没电了。那不是，聊了很久了。我们昨天晚上，大家都有共同的的。叫我们叫二要温柔一点。不是你搞的。给个面子。对，给个面子。不是，不是帅哥，不是那，没有那个意思。没事。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，哎。多久不见了？我们昨天晚上聊到很多啊，聊到。不是说聊的聊聊那个啥，没有，给个面子。性情，大家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，大家把给个面子这四个字打打在公屏上，谢谢大家。聊高兴了，多久没见了？我从杭州回来，直接就来找他，下飞机就过来了。你别不好意思，这武汉的朋友的。嗯，很好，不是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不是你把，不是，没有那个意思，你。啊你非得把人叫来干什么嘛？不是，他说，他主要是他说，因为他也看我们直播嘛，他说想看一下你的本人。想见二。对。今天发现二真长得漂亮。那我们没有没有。那你要不跟我朋友聊一会儿？他是他也是四川的，只不过他有事情去杭州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我们在福建认识的。我。你跟我朋友聊一会儿没事，我去。做饭，好吧，我去帮叔叔做饭。我朋友说他很想吃，我跟他说你这边的绝对是个误会，二一夜不归不接电话，很难解释。肯定是误会的，不是不是。你看房子长得这个样，你还不会干坏事的，哎呀。给个面子，不是不是，大家没有这个意思。大家把给个面子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你看他们都说你面子很值钱吗？给个面子算了。不是你交个朋友来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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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是个很温柔的人，对不对？大家觉得二温柔吗？大家觉得二温柔的话，把温柔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把温柔，对，给个面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是你搞得二搞得我都里外都不是人。什么里外不是人？你本身就很温柔的，对吧？啊，又漂亮又温柔，而且煮的腊肉。又好吃，煮的那个坨坨鸡好吃。我就跟他说，许他说他想上来，但是今晚上不要二了。帅哥，你坐嘛，你坐嘛。好嘞。凡哥他手机开着直播呢。嗯，好嘞。他知道，他知道，因为他也来我们直播间看过。经常看你们直播。你坐嘛，你坐。好嘞。别动啊！嘘什么嘘嘘。没事没事，那个手机给我，你们两个去洗脚嘛。有。哦，也不对。没有。哥姐们，我现在怎么搞？我要说什么？没有，你可以跟我朋友聊聊天呗，我们一起聊聊天，然后我去帮叔叔做饭，好吧？好吧。千万不要上当，明天再说是不是？那个我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，这样子啊。那个，卢哥，我们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坐一会儿啊。好嘞。坐一会儿，李志乃给你坐一会儿。那我把直播关了吧，这样子很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开直播。你们两个去洗脚吗？还要去洗脚吗？一会儿。我记得换个地方嘛，我们去个茶楼嘛。还要换个地方？换茶楼吧。不是我，别关，不关吗？昨晚肯定有问题。他说爱吃，你家的腊肉，知道吧？还爱吃。哎，看到凡哥发的东西。我们坐近一点，好吧？
一夜不归不接电话，这就是有问题的，肯定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啥问题？没问题，就单纯聊会儿天。没有啥问题。嗯。那个，那我也就不客气的跟。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吗？卢科，卢科，给你正式介绍一下。嗯，你好。他也是做就做供应链的。嗯。你哪有这样？你哪有带人家去洗脚的？那要不然，那么晚了，我总不能，我宿舍你知道了，我宿舍只有一张床。那街上有女店呀。嗯。街上有女店。但我总不可能我跟他一起去住女店吧？啊，你跟你我两个大男人，总不可能我跟他一起去开房间住女店吧？啊，那就对对对，就是凡哥说的嘛，凡哥说的。拿好了，不要这样抖。就是凡哥说的那个叫什么？找不到地方玩，就要去找小姐姐洗脚。不是，凡哥说我舟车劳顿，叫我放松一下，然后赶路。没，不是，因为我们从我们那边没有那个意思，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从我们那边过来的话，坐车是要坐一整天的，知道吧？嗯。可是朋友叫他带去也说不定呀、啊。不管是，其实是我自己说的哈，我自己说的就是要带朋友。到朋友去一下，对，凡哥说我赶路累到了，让我说你们聊一下，放松一下。这女的太单纯了，男人骗都不知道，应该没有骗我吧？不会骗你的，凡哥这么老实，应该多少年的朋友了？你看我们认识多久，从来没有跟那什么过，对吧？洗脚正常不过了，是不是？太正常不过了。你劳累了一天，然后放松一下，挺舒服的。有什么事？那个，好，哥，我知道了，文哥，我知道了，接下去姐，知道了，不说了哈，去做饭了。反正，没事，因为还有朋友来，我现在不说了哈，不说这个了，哥姐们，越解释越有问题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哈，哥姐们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是觉得他。突然搞又叫个朋友来，搞得我跟啥一样，真的，把我搞得我都，你们刚刚都看到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好像就是我在无理取闹那种感觉，非要让人家来解释的那种感觉，他这样让我更头疼，他不应该叫个朋友来这样子的，你说朋友平时来玩或者怎么样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人品绝对没问题，是不是？不是朋友平时来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怎么自己在那边？你跟我朋友一起聊会天呗。我弄下来。我现在很尴尬。哎呀，你是蔡老板吗？尴尬啥了？二是对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话会很尴尬，好像非得要去找个朋友来跟我解释，就感觉我很那个啥一样。我跟凡哥一起弄饭。凡哥是不会做饭的，没事，你们做，我来做饭。我是，但是已经不是下午，不是你桌面上不是有？但是我这边有菜吗？我这边凡哥，嗯，我要不要回我妈那儿去弄个鸡来？不用，我们这边不是有腊肉吗？今晚他昨晚上就一直说要吃腊肉了，腊肉拿两块给他吃一下就够了，没事，都自己的。自己人不用那么客气啊！洗脚按摩，哎，不是也在这边吗？二对的，没事，我做饭。我说回去，要不回去弄个那个，要不回去，你又不让回去，我这走路。不要。那个。哎，那个罗科是吧？嗯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就，那个是帅哥，那我就给煮腊肉吃了，随便做点哈。好。哼。没有给。
不让吃你的东西。凡哥幸福大，凡哥幸福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管说大不大度的话，他现在有朋友来，我总不能那吧，对不对？吃了继续洗脚，他们应该会继续洗脚吧？我不知道，凡哥一直在不停的说要去洗脚，要去这个，啊，你说错了就错了呗，对不对？还非得说我下次去，下次我不要不去的话，我就不这样了，下次我再去的话，我就不找漂亮的了。我的天哪，你们还让我不要生气。唉，这没有下次了，他一直都说下次，不是，这个不是逗我玩的哈，哥姐们，这个不是逗我玩的。这个不是逗玩的，是他就是一直想去。因为我吃醋了，不是，他都跟我说了回去怎么样？他说回去以后，给他报个平安，知道吧？结果我回来，哦，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打视频他也不接，这老可疼了，真的是，然后一整天也不见人影。去他住的地方他也没人，相当于他昨晚没回去。不是洗什么意思？不是洗第三只脚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三只脚啊，不是只有两只脚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？唐二哥，男人需要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是必须要洗，男人是必须要去洗脚的吗？泡妞了，就是，哎，我不知道嘛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泡妞了嘛，反正他就是说的是什么？哎呦，洗脚的地方好玩，洗脚的地方全是美女。他没有说下次不去了。他一直都说的下次要去。而且还搞个朋友来，这个整得好尴尬。你们觉得这样尴不尴尬？哥姐们，你们要是这样认为，你们觉得尴不尴尬？如果说刚刚那个人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正在跟他那个啥，然后他把朋友叫来。如果说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尴尬？不尴尬，太尴尬了吧，搞得。朋友来正常嘛，朋友来正常，但是。他是相当于他是找一个朋友过来跟我解释，你说这样子怎么能不尴尬？哦，你们脸，我现在脸都是烫的，现在脸都是发烫的。哥不是搞得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知道吧？叫下次带我去，我才不要去那个地那些，我不要去。凡哥是好人。好人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不知道怎么说。你和他经常去，我们没有结果，是不是？哥姐们没有给我点关注，大家这里关注给我点一下哈。罗哥，你先坐一下，我有。坐一下。对，你先坐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阿乐讲几句话一下。阿乐，快点。你别跟我讲话，干什么嘛？快点！拖我干啥？你拖我干啥？快点！怎么了嘛？拖我去你那边干什么？我来拿着吧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过来是不是？
然后你又不跟他讲话，我说是不是？我朋友过来，你又不跟他讲话，然后在那边，嗯，在那边一直说这个事情，那他也很尴尬。你搞得我不尴尬吗？你，哎，你说你朋友随时来玩都没有问题，就因为我说你那个啥，你就把，不是，是他自己说。你这样把他叫来的话，会显得我很那个。不是。你让我好尴尬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都见你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哎。什么不是？什么是不是的？我。你没想过，那他是为什么来？他，你把他叫来干什么嘛？不是，是他自己要来的。他自己要来的，不是我把他叫过来啊。还非得找个人来解释，这样子搞得我多那个一样。哎呀，但是他是一个客人，但他是一个客人，对不对？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在这边争吵是不是不好？我们要给人一个好的印象。所以你随时叫朋友来都行，但是你因为我，哦，我就说你两句，然后你就要找个朋友来跟我解释，那搞得跟个啥一样。不是啊，阿拉，我跟他说，他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是跟你都说了吗？我们昨晚上就是跟他一起去，就是去洗脚。所以啊，就搞得好像我多那个一样，还叫个朋友来。解释，哥姐们，你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尴尬？我跟你讲，这没什么的，就搞得我你只要知道我是去正规的洗脚店就行了。阿都生气了，都不忘记吃这个饼干，他最爱吃这个饼干了。哎，你看，给你带了这么多。拿着，不生气哈，给你面子嘛，啊！你看你是蔡老板嘛，对不对？蔡老板要大度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朋友在那边，我们就才要在这边跟你说，我们有什么事，等朋友走了以后你再骂我，好吧？等我朋友走的时候，我就去跪榴莲，好吧？好吧？好吧？不好，赶紧弄饭吃。我饭已经下锅了哈，已经饭已经下锅很久了。你去跟他聊天，我不知道怎么聊，搞得我好尴尬。怎么嘛？这个饼干很好吃，对，这个饼干很好吃哈。你看阿乐都已经生气了，他都。难道我气了我就要那个吗？他都生气了，他都还要吃。然后我饼干拿了一打给他，他就开心了。给个面子，喂，啊，又让开！啊，我错了。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接视频？我真的没有听见，我怎么敢不接你电话呢？哼，那我问你，你信不信任我？不信了，现在。啊？那我问你饼干好不好吃？哎，就那我问你饼干好不好吃？实话。